你改变一些你的体型问题啊什么的。我过年回家没有压力，大家说我过年过得富态了，好吧，挺好的。但你过年在纽约，对，在饿肚子。哦，我过年真的是，我没有变得富态。过年的时候我去纽约几天啊？3天，3天我就吃了3顿饭。是吧？我可真饿呀，也不是饿，我也不饿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好像你到了晚上那个点儿，你就特困，你就吃不进去任何东西。然后那3天刚好是过年的时候，我大年初一走的嘛，然后回来就回来工作来了。其实那段时间我应该瘦了挺多的，因为我觉得国内的食物太好吃了，回来狂吃。去吃，谢谢。我的外卖到了。那你猫在哪？我猫在家，本来我这次要带的，但我爸妈就是不忍心他们跟着我出来，然后他们就说。都已经收拾好了，你都开始断食了，因为他们不是要在路上嘛，就。有个老太太，好残忍，裤子，是这种，这怎么说薄厚呢？你说它薄吗？它没有那么薄。你说它厚吗？它也不厚，所以就是比较适合春天穿吧。他说笑起来太恐怖了，没把你吓着吧？你要不就在那边待着，不然又要受伤害。我说过来个老太太，我们娃娃年轻着呢。那你普拉提可以把背练薄吗？我说实话，我这个每个人不一样，你找的教练也不一样，上的课也不一样，这个。我不能保证，但我觉得能吧。看着这我都流口水。远门这我真的解决不了，好吃，漂亮。穿的是奶奶装吗？什么叫奶奶装？什么玩意儿？没太懂。新人主播，我每天看那个叫啥来着？拆卡，哇，我特想干这活儿。但我觉得人家那也是专业的，就是人家很懂啊，就是哎，说出这个卡是什么卡，然后什么功能啊，怎么怎么样，我不懂，但我就真的很想试一下，很想很想试，我觉得太有趣了。然后可以拆出不一样好看的卡，而且我一看可以看1个半小时，1个半小时，我晚上睡觉前看，而且是还有什么欧很欧，是吧？隐藏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太好看了吧。很欧，欧是代表幸运吧？是这样。运气好，对吧？手气好。我特想去直播，就是开卡，但我觉得肯定
哦，是是是是是，我就是看到他，是不是说那个？而且他每天都很晚直播，刚好是在我要睡觉的那个点儿，他就来直了。我想说，那我就看，越看越有意思，也不知道看什么，但就是看得很开心，很解压。哦，三文鱼可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但你妈妈你不爱吃香菜，你肯定就看不了这些。嗯，你们都不爱吃香菜啊？我爱吃，但没想到三文鱼和香菜在一起。它是这种泰式拌的，是吗？嗯，好吃。AD 钙奶我当然喝过呀，那不是小时候大家都喝吗？也有可能咱的小时候不是一个童年。现在也有 AD 钙奶呀，对吧？好吃，耳环有链接吗？我不卖耳环，我卖衣服就算了，怎么还卖饰品呢？哎，真的很好吃哎！我化妆了，我今天打了粉底，还打了腮红，看得出来吗？漂亮是不是？这个脸皮也太厚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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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确实香菜太多了。我吃了。一大把芥末，我吃的我眼睛都，我没哭啊，我直播多久了？久了，我每次都直播多久啊？一个小时，怎么都要直播一个小时吧？我没有偷懒，我在剧组呢，我没有不工作，我每天很辛勤的在工作，只是剧组没有排我的戏而已，所以
刚刚吃到芥末了，巨大，只是那一下难受。湿疹还分什么湿疹吗？我觉得我是干湿疹。干湿疹就是皮肤太……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湿疹吗？没有。干湿疹，哎，你们没有听过干湿疹吗？没有吗？就是因为你皮肤太干，然后它就长湿疹。干性湿疹有吗？你搜了吗？嗯，弹幕说有。是吧？我就是这样。对，干性湿疹，对。干性湿疹一般是慢性的，持续时间较长。我都持续好几年了，特吓人，我觉得。皮肤病，嗯，不是荨麻疹，天生的皮肤就这样。哦，反复发作，对，有的时候它就好了，而且我觉得我其实生活的挺健康的，除了爱熬夜、爱吃辣的之外。就是你别笑，我就是我不怎么喝奶茶，我也不怎么喝碳酸饮料，除了可乐。然后我夏天也是喝茶的，我觉得其实我挺健康的，而且我现在喝的也很养生。这是什么？玫瑰花茶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那就看。我除了我觉得我就是爱吃辛辣的，爱熬夜，别的都挺好的。看可乐是我，所以我在，我怎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？不是，我真心觉得我不是那种天天要喝奶茶的人，但喝奶茶也不是不好嘛。就是嗯，我觉得这话怎么圆不回来了呢？就总之我就觉得我生活的还挺规律的吧，就是熬夜我也是都熬到两三点，这种它就不属于熬夜了。我除了，对，我除了熬夜辣可乐之外就还行吧。这不属于健康吗？熬夜最伤身，确实。可乐，可乐好喝，可乐真的很好喝。两三点，不是，我看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熬夜是比如说不睡觉，就比如说熬夜很晚，然后第二天很早起来工作，这应该属于熬夜吧。那我比如说第二天没有工作的时候，那我又睡够了8个小时，这不属于熬夜吧，我有我自己的生物钟而已。哦，可乐加冰太棒了。下巴贴的是痘痘贴，那你呼市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昨天我还在朋友圈看到我家人发了一个，就是牛舌，牛舌被子加牛舌。我说的你们听得懂吗？嗯，我能听懂。对，牛舌被子，那呼市人肯定都知道，就是那种三角被子，然后在里面加了牛舌。哇，半夜一两点钟发，我就说这是在哪儿啊？他就说回来带你吃，我觉得好开心。哦，问我美食是吧？烧麦，别问我美食了。
熬夜有容易有白头发，我长白头发都长在这儿，分区域长，就长在这一片脑袋顶子上，而且有的时候是上面还是黑的，下面就变白了，估计最近长大了有烦恼。我是先是黑头发，后来长白了，说明我在思考人生的意义。哦，有人跟你说吃被子要配羊汤。哦，没错，吃被子再加一个那个羊杂碎。白发是智慧，对，没错。我都吃没了，看着我一路成长，感谢你。我在吃三文鱼和虾，甜虾。这水杯我是淘宝积分换的。虾在湿疹爆发期要少吃，是吗？嗯，发物。那我都天天都是发的呀，我老天天，我这个湿疹就没好过，这刚好了，那边又起了，那边好了，这又起了，算了，我也就这样吧。我感觉吃完饭肚子又鼓了起来。对，要少吃。刷过。多少淘宝积分换呢？它有那个，哎，我也忘记了，不用花钱的那种。哎，这不可以说吧？不可以说别的平台，别说别说，好像只有我在说。我决定下播，很突然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支付宝积分也能换吗？换啥呢？也有很多东西在支付宝里换吗？对。那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但你付完款你要领那个积分。他们说我头像是真土，能不能换一下？怎么了？就土了。好的，我去找找看有没有更好看的头像。土吗？还行吧，还行啊。那是很早之前的，那个时候我还是中长发吧。不好看吗？土吗？挺好看，就是有年代感而已。看穿是，一眼看穿是，你就说我土呗。不辨识度啊。我贴的是痘痘贴，漂亮啊，漂亮，很漂亮。但我觉得这个痘痘贴太有点贵吧，50还是60我记得，但我脑子也不太好使，就是这个的，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纯是为了颜值买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效果，今天是我第一天贴。
你不搞音乐了，音乐是什么玩意儿？就第一天用，我也没办法跟你说效果好与不好吧，得用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吧。哎呦，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你就想吃啊，然后它没了啊。痘痘贴有效果，我之前用，但是后面没有长那么频繁的痘痘，我就没怎么用了。我不卖货，怎么？我其实挺适合带货的，是不是这样看？嗯，好吃。嗯，那你在横店吗？嗯，在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好想吃榴莲啊。有闭口怎么办？不知道。拍戏可以做美甲吗？不可以做。不看你做什么，拍什么戏啊，就是有的剧组是要求，比如说我现在的肯定就不能做呀，但是如果有些剧组要求你做，那就是要做的。你当剧组，你的所有的感觉都属于这个角色。我吃完这个虾就下播。好了。吃完了，没了，挑了半天没了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我看到说我低头的时候没有看到白头发，我那天拔了，等下次我长出来再给你们看。长白头发我挺早之前就长了，慢慢的都会来的。我吃完了，我准备下播了。播了多久啊？50分钟。我有的时候总想凑个整数，你们会这样吗？想说，哎呀，反正马上一个小时了，你要不就凑个一个小时，准时点。感觉老了，嗨，那可不嘛。我一个人吃的饭呀，能跟谁吃呢？哎呦，我播完了，我要下播了。拜拜。他说别笑了，眼纹太明显了。拜拜。